找个跟咱们合作的不错的 OTC 商，就说这次我们要大额的优，让他帮我们筹集一些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张三那边的优准备好了，之前一直合作的很好，也没动过卡，所以很好说话。找王五要地址，这次把优直接转给他，让他收到优之后赶紧分散转走，没用的钱让王五直接付给我们，我们跟张三交易。老板，就挣差价那点钱，咱们费这劲儿干啥呀？按我说的做吧，5天之后你就知道了。还记得前两天跟张三买的油吗？打电话报警吧，就说他非法买煤油搞诈骗，要求冻结他的银行卡，退回那笔钱。老板，你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？把我们自己钱扔进去怎么办？就说我们是小白，什么都不懂。我们把钱给他了，但是没收到优，所以报警了。那笔钱张三肯定不会退啊。无所谓，退回来我们就白赚了，不退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。再说了，他那卡现在还不知道要冻到猴年马月呢，让我们撤销也行，给我们转10个 W 吧。老板，你再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。